池上呢有这么一家小小的民宿叫幻峨山房，它原来是个书法教室，那么后来呢现在经营民宿啊。它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一对年轻的夫妻呢两位都姓萧啊，男的这位萧先生呢有一年骑自行车环岛到了台东这里来，后来觉得这里很好，那就认识了这位萧小姐。萧小姐的父亲呢在这边教书教了很多年，她现在退休了。原来她这位萧老师她的女儿呢像是掌上明珠啊，两个人后来恋爱了，这位萧先生就留在池上，夫妻两个就后来养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像是另外一种桃花源记了。这个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陶渊明讲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虽然这是一个闽乡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与世可以隔绝的地方。这种过生活绝对不是说很富裕，在城市里头工作很有成就就一定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觉得是大地之间的恩赐，你要怎么去，你要找到的。拍这个，拍这个，你拍这个。哎，为什么拍这个？哎呦，这多有意思啊！到处都有，所以这是他们的荣誉，你懂我意思？你看看他谁中的，然后你得奖记录。哎，对，得奖记录，稻米品质竞赛第二名。啊，您是多长时间能来这里一次？我们最近大概是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来一次。月初的时候来一次。哦，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来看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要在这里演出。在这里演出这个舞的首演的预演在这里，在这里。哎，那么如果你去上 Google， 你写池上或台湾好，你就会看到一张有很有名的照片，他们秋天在这个地方稻子还没有割，他挖出一块地方，第一次是钢琴演奏，一个钢琴就一个 standway 就搬在稻田中间，哎，然后就弹钢琴。这个地方是坐人的。哎呦，真是，那就是啊，就是天地的舞台啊，就这样子演。所以明年该我们，这个我今天想看看这个怎么样，有点丽江印象的意思，是这个。哎呦，我觉得比那个看着更土地啊，刘三姐。最烦恼的就是它太美，没错，怎么样可以是不要太接近，不要那么美了就等于是广告片，对，太软，对，有点软，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这个景色真的是太美，太很容易变得很塞车难走。对对，天天鸟叫，你以为是配音，它是真的，但是人家是过度真的。出真出逼，而且很润，而且还有水声，还有流水声。你觉得这是配音的？我们没配音了。
光靠种地就能够生活维持很不错吗？其实这很难说，这个地方是非常特殊的。嗯，很多地方先老先生老太太都老了，年轻人不愿意跟在那，他们就废掉了，他们就把自己跟了。就最近有一个趋势是年轻人重新回来，重新回来，重新回来，用新的头脑在种地。哦，他们不再瞧不起这个种地了。这是看他的成果，假如你种出来的产值足可以。就高一点，哎，那反而是好的行业。嗯，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经济作物不经济作物的分别。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非常不喜欢城市生活，这几年英国开始，现在香港都是这样，日本也是，就从城市回到农村的人口第一次历史上超过了就农村进城的，因为他们觉得农村生活有可能更好。现在大陆正是年轻人都跑出农村去，就会堆积到城市，然后农村废耕，就是农村就老弱病残苦儒啊，然后农村当哥就是这种乡村风光啊，大面积的这个破败凋敝，就是又脏就是又难看，这个黄土，而且你像周围的山经常被那个采石场啊，或者是新开发什么房地产呐、啊，你在飞机上看着一块一块跟那个癞痢头一样，是，嗯，凸一块凸一块，所以到这种地方，咱们觉得像假的似的，像将来会非常破解，对，像其实我们是在横店，对，像横店，将来会反流行啊。我带你们去另外一个亭、嗯，好，那王妈，没事。我看到那个田上面还有。一排的像桥一样的，那是什么？没有，就是路。哦，那是路，这是给观光客走的路。哦、啊，它有几条的观光的走道，哦、啊，让你可以走在上面，所以你不要乱跑，不要踩到田。嗯、踩田是不会，台湾人不下去踩田。啊，但是它就是有几条路，对，让你景色最好，你可以在那边拍照，拍照玩一下。他们会不会比如说像盖这些东西，这都是政府来做嘛，对不对？但是要一半一半，我想这个社区的东西吧，这个是对，但民众要参与啊，农会有，农会，是乡公所有，大概是到这种程度。那政府在做这些东西，就一定要民众同意，要给他们意见或者一起决策。基本上是，那当然是事在人为嘛，对不对？对，也有些人做的不好，然后大家发疯一样去教训他，对。而且你像刚才林老师讲的，我觉得他这里的农民啊，对自己这里的这个生活美啊，他这个自豪自觉，这个很重要。你其实像过去我们也在农村待着，农民觉得这个悠然见南山，他不觉得美，他可能就是你们城里来的人觉得这个好看，他天天司空见惯，他不觉得。但是你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哎呀，一半阳光下的这个秧田呐、啊，后边就是这个远山啊，这种美，你看现在这里的农民好像都已经很有意识了，你不能在我的田里插电线杆子。甚至这个在这种观景的甬道上面、设计上面，自己都有意见。我想说明他很爱惜他的这个。你说那个悠然见南山，以前是文人享慕田园生活，来到农田想装农夫。现在呢，这里呢是农民重新文人化，是本来是农民，这个是也好，对不对？他农民在文人化，他比如说他会去看云门，没错，然后他会有个美学的观念。农民的文人化也是那些公关公司慢慢把它打烂，也有可能也是那种广告的愿意支持这个。对对对，就跟商业机制是吧？商业机制也在打造这个田园文化。对，所以这儿正好是凑在一块，没错，这儿这个机缘。台湾陶渊明见到很多，对，有的就是房地产广告都把陶渊明拉出来用了，对，没错。品酒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端江，与景共酒。Wherever the long road may take you。
风日产，人车生活。地球上有难以抵达的四大极地，还有每个心都在追寻的第五极，欢乐极。北纬二十度，东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世界的欢乐极，东南湖海口。去年来之前19年没有来，所以他们现在要我们过去，我们就说好，但是你一定要给我通通卖完。所以我就跑过去跟他们说，你一定要卖完，因为云门如果说卖不好的话，大家也都不来了。通通卖完，通通卖完，所以以后每年都会到台东去，因为这些都可能，大家的需求在那里，水平在那里，是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所以以后都会台东、花莲、台东大家都会来，因为很不公平嘛，很不公，非常不公平，永远都在大都市，在西岸。对对 对, 对。但是台东的票价会比台北便宜吗？整体的来讲是要便宜一点的，便宜。哎，可是我们愿意经营这个市场。对。那云门创办的理由不是为了爱跳舞，就是想到各个地方去。是。您觉得比较乡土的这些人士，他们也特别喜欢云门舞集吗？他看到了他就喜欢，就这么样子。是因为没看到，没看到就觉得他很艺术。对对对，将来美丽湾他们都撤出的话，你可能为了庆祝，你要一演一场都可能，对不对？我愿意啊，我愿意啊。那个美丽湾是个大事儿啊。是啊，他们会拆吗？他们会拆吗？我看来他会越来越贴近那个可能性。我没有太注意这个那个魔岩。那个前几个月那个张培仁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连锁，我说我没问题，他说你人在哪里，我说我在池上，他打给的时候张培仁啊，张培仁，对，这越来越严重，因为他讲的这个故事，这我知道，我很多台湾朋友那时候也叫我来参观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我们一下就看到我这一期就不能登，完全是反动的行为。很好，我不喜欢，你跟我讲一讲。是啊，就是都兰，都兰这个地方自从被苏哥他们吵起来，不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然后慢慢那边就建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度假村式的酒店，就在海岸旁边，然后就挡住后面的景观，非常霸道啊，那弄得很不好。然后他最主要他的环评没有过，对，他的环评没有过，就环境的这个他在挖土有些东西就倾倒在前面的沙滩前面的太平洋，但那个前里面的珊瑚呢就得到了那些水泥破坏了，压在上头，那从此那边生态就不一样。那同时他做了这样一个，原来这算是一个通风通水通任何气流的一个沙滩，你把它全挡住了，你全部挡住了，那你气就不差，其实你也没有多大的生意量，可是这个对于后代很没有价值的，而且在现在的台湾照说不可能那还能够允许这样。那这个事件最后怎么样？现在呢，就是反正大家都联署抗议，有各种的运动在反抗他，要把他推掉。那现在听说是差不多有可能到，好像是。最主要是这个事情是法院判的，是，就是一审，这是第二次嘛，对不对？二审就是法院说不行，他说是在要求他完全停工，完全说他违法，说他违法，那他上诉啊。他可以上诉，可是大概很难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气氛，大概就是他，因为他整个的程序是，不完全和不合理的，就完全不合理的。那当然以前也有官方的人跟他们，妥协合作这种人也有的。那现在就是变成他可以闹国赔，所以台东是一个很穷的县，10亿。要赔钱给他了，要赔钱给他，还要把那个玩意儿拆掉，拆大概他自己要管的，对不对？但赔钱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可以说当初是政府批的，对对对，当政府有批的，他这是理由在这里，所以这个事情还会继续发展。他说你们什么都来了，都赶上了啊，对，都有赶上，美牛事件，还有311，现在还有反核，对，但是我就特别不明白，因为过去觉得台湾是一个各种环保理念呢，好像是很落实的一个地方，包括一个小店都很讲究干净啊，环保啊，好像都在讲绿色食品呐、啊，
这个比大陆要感觉先进多了，在这方面。可是，一听说出这些事啊，什么塑化剂啊，又是这种什么环保的这些事故，一样有，这怎么回事呢？你从外界看，台湾是一个很清洁而且很重视这些地方，因为我觉得还是不够紧。跟香港政府比起来的话，那就是不够紧张，当然是不够严格，不够有些漏洞，有些漏洞。我觉得是这样子，是香港、台湾其实已经很好，台湾的民众意识很强，对。但是常常在政府执行法规政策的制定上面，也许不是技术上那么严格。香港是一般的市民的环保意识比较弱，但是凡是要变成政策通过法律来执行的时候，香港的政府的执行能力、制定政策的细节度会比台湾好。但是以前是英国人在管华人的，没错，英国人管制那一套啊。我觉得这种环保理念呢，真是在台湾民间好像非常家喻户晓，越来越。以前是观念有，现在行动上对很清楚，而且咬着不放。甚至到这个家庭的餐桌上，你都会发现逐渐在健康饮食啊。你看到环保主妇的话，你等着瞧，真是端出来的米饭都是无骨的米饭啊。而且就是这样，而且要了解当年台湾戒严时代，环保运动反对这种食品的毒化或者生活环境的毒化，是所有政治运动的最先锋，当然就反杜邦事件，对，那个可以说是解严前的第一波的运动。对，其实是不是先锋队？是不是？我觉得台湾人啊，格外重视这个生命质量，生活的这个品质，都是从这儿出发而来的。这个是个比较急的问题，我想。可是越来民智越来越开，已经开到不可收拾。怎么要开到不可收拾？就是政府要干嘛，他不能够用他的强权来压下是这种东西，而且最主要是选举，对，所以真的是看出来。昨天他们还讲，这选举也是，如果有人说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懂选举，那他上当一次，他第二次他也学懂了。他也学明白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你跟所有的计程车的师傅们说话，你要跟他聊这个事，他不跟你聊。啊，他放在心里头，他放在心里，他很定见，他不跟你。你谈这个，他你讲这个，心里有想法，他同意不同意都不方便讲，因为他现在知道他最后要选什么。以前他们是很强烈的，以前找个20年吧，对，那很强烈的，他拉你一票，拉你一票，或者跟你争辩，一言不合说你给我下车，对，有试过，你试过，我试过，有试过，所以这里面都是所谓的民主，是在这些小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你不能看上面的，只要是政治人物，只要是政治活动，它永远有争议、有吵闹，这些东西永远的，每个国家都有的。对，可是民主意识是在这个非常市井的小民身上就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就这个20年的转变是惊人的。您觉得这个民主的这个素养跟文化教育水平有关系吗？那当然绝对有关系。可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叫做演练。演练，对。那所有的教育又包含了相当部分的这个重复，有的时候是洗脑了，是，有的时候是公关，就是说我可以把你做公关做得到。对，那当然你一定有很多的主见，但是因为很多的事情讲，你可能移动了一点，那就是公关嘛。所以其实它跟这个文化教育的水平有关系，但也不是有绝对的关系。它等于是参考书嘛，就你教科书占70%，有30%。他学到的是电视上或者什么，只要他学坏了，这30%多的时候，70%也救不回来了。而且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念，就是说你不能够要学游泳，你总不能一个人说学游泳，我先在岸上把整本游泳手册都读完了，我再跳下去游。对，你一步步你不下去，开始游第一次，你永远不会游。那你比如说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或者是农村里教育不高的这个农民呢、他们的政治上的考虑，会不会简单化呢？有这种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岛，所以所有的人被得到资讯，
它比较容易不变，没错，比较完整，没错。那像美国，所以台湾大家都讲到台湾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老百姓他就爱台湾这三个字，他有点记住了。可美国那么大国家，他叫他爱美国，有的地方我怎么我听不懂这个，他因为美国很大嘛，我爱那么大的地方很难、啊、空泛，很空泛。嗯 ，I love New York 就可以了。在这里啊，真是太凑巧了，咱们来这个台湾，说出去人都不信。我们偶然下车到一个亭子哈、嗯、又有一波人下车来了，一看是林怀民。这我做电视十来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想想看，这是个农村。嗯，农村我们为什么提一下说那个亭子那儿，亭子底下有流水，有个妇女在那洗衣服，说、嗯、哎挺有意思，下来看。没想到刚上去林怀民正好在这儿。刚才舒哥都讲嘛，在你就是在台北偶然碰到林怀民也不奇怪，问题是跑到这么一个啊这个山大山脉的这个谷地的一片稻田当中居然碰见他。对，哎，这个咱们到了台湾真是运气好，缘分好。对，不过也说缘分也不一定纯粹是缘分、嗯、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原来林怀民他是现在是每个月他都来一趟，跟他的摄影师要捕捉这个稻田的变化来做创作。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些艺术家，像他这么国际级的大牌艺术家，他都多爱这个农田，所以跟这个关系。刚才这个告别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这个你的这个舞蹈演员要不要体验生活什么的，他说呀他们要到这里割稻子的，插秧不一定，他说他要割稻子。我说他能掌握这个技术吗？林怀民说即便掌握不了这个技术啊，能让他有这个意识，即便是对、嗯、即便是没有培养起这个感觉呢，也是我们这个创作呀对于源头的一种前进，一种尊重。哎，我觉得这个说的他很有他的一个情怀，而且这个林导演看来对这个方土地啊、嗯、热爱的不得了，说你们的下一站台东啊，记得不要空腹喝酒。你是到那儿啊，你是这个喝了喝这个不喝酒啊，你是走不了的。但是这个喝了酒，你更走不了了。我们去台东。我刚才想象的这个云开雾散，里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真容。是这样。他这个一年四季都不穿衣服。这得抢，再不吃没有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